力支持完善地區治理，建設社區幫到你。各位街坊、各位市民，大聯盟和工聯會會在全港各區擺這些街站，希望大家都可以過來簽一簽名，支持完善地區治理的方案。這個對於解決我們過去在地區裡面區議會長期去爭拗是解決不到地區的問題，我們期望通過完善地區治理是能夠確保愛國者治港，加入議會大家都是專心一意呢去推動解決地區的民生問題，而是要避免過一段時間在議會裡面只是會吵吵鬧鬧不斷的爭拗。另一方面，我們都希望通過完善地區的治理，由不同的直選、間選用來委任，是能夠吸納社會各界的精英和各方面的代表加入議會，去令到整個區議會有更大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完善地區的治理是希望明確是強化行政主導，令到在區議會所反映到的問題政府能夠及時跟進去落實，希望大家過來簽一簽名去反映和支持這個方案。